金钟哪个万坦没加薪呐？那像我们天才冲冲冲呢，其实能够做十二年多，其实真的不容易了。天才冲冲冲。徐乃麟、曾国城联手主持的《天才冲冲冲》拿下金钟艺制及实境节目奖。今天开棚录影，两位大哥得奖的喜悦只有一些些而已，然后提到钱，哎呦就伤感情啦。我们希望电视台多给点制作费。不要讲这话，不要不要再剪就好。哦，你真的好敢讲哦，讲得很好哎，不是事实吗？对，我们节目本来一个半小时，延长两个小时也没加钱啊。对对对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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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说了，五年没五年没，我说了六年了，五年没调薪，不要再说了。他金钟奖没有加薪吗？你他有加吗？我是不知道，搞不好他有加我没加。嗯，我也没加，我也没加。帮忙反映一下，以前我们拿的时候，人家在那时候在中天得小鸡大家神的时候，我们一人还领了20万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每一个政策不一样。后来冲冲冲，我们也拿了主持人奖，也没有，你也算算，别提。本来还开心的不得了，长寿，长寿，只能有一个节目的不错。